昨暗是平安夜，国道发生严重的车祸意外。昨暗差不多十点钟，一只旅行车经过国道一号台中后里这段路，向强停伫咧内底快车道，引起到后壁一只轿车和一只货柜车闪袂离，直接改钱落。驶旅行车的人当场飞出去车外，全也无喘气，互人赶紧送去病院急救，也是救袂到回来。到底详细原因是啥物？即马警察正伫咧进一步调查。